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四川省宜宾市的刘敏。我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就是那个量子面部重组这个。这一款的话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特别好，我特别喜欢。每一次我遇到有事情的时候，就是我情绪不稳的时候，我就要用一次这个量子面部重组。我做完以后，哇，我就觉得那心情特别特别平静，思维特别特别清晰。就是我做这个之前，中间有一次遇到一个在我家里一个特别重大的事情，当然在这里我不方便说是什么事情，但是真的是特别特别重大。但是我的感知力还是特别强，我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赶紧做了一次这个面部重组。做完以后，我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是完全没有慌乱，我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去走，到最后就是处理的还是比较完美，就是没有就是，如果是换做以前的话，我可能会很慌乱的话，处理这件事情，绝对没有我做完量子面部重组以后这种效果。这就是我想表达的，就是做完这个以后，我那种清晰度。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，就是特别特别清晰，就是有一种什么呢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光，就是一个事件来的时候，我能够看见它背后的真相，这就是我用完这个量子面部重组的那种感受。